油吧。高雄人，高雄人。烂死了妖妖，你竟然辜负我们大家期望，决定罚你回去高雄买马鸡，看看你的队友米恩的表现。原住民不是很会倒马鸡吗？怎么会借不到？快点！一、二、三，结束，结束。哎呀，安妮被击中脸的感觉不是很好受吧？哇，安妮，感觉是运动细胞，你刚刚是滑垒，有那种陈志远滑垒的感觉。怎么听起来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？好了，很少很少。咱们六号出口的女配角虽然没有接到这个魔法，但是她请大家支持国片。我们加油吧！好，加油加油！目前为止呢？白一点，白一点呐、啊！好，白一点呐、啊！趣味大师鬼鬼都失手啦！好，全军覆没，好可惜。趣导出报告，目前人气两队战成平手，而下一关到底谁会胜出呢？赶紧来看看喽！咱们的下一关是打不到我。咱们游戏规则，每利用锤子敲下五层叠高的圆柱，一次一层，过程中只要有圆柱倒地，就算失败喽。赶快来看看喽！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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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看，冰牛加油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说，边打不能边放屁哦。现在呢，换肉根的朋友小勋，好，来拜妞，快点，弱，下一位，好，换玉兔，吉娃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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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一个人过关，换最后一棒。你会觉得难吗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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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位。好嘞，现在换队长了。蜜姐，蜜姐，加油！真的很帅。轻的吗？大力要大力，从这边走。对，小心！放咻！放！谢谢，讲话红的。队长！大力！从那边，从那边往我们这边方向打。打红色的。全军覆没！秘诀这个游
游戏很有趣吧？但是你挑战第一次就失败，下次再来玩哦。咱们赶快来看看下一位挑战者的表现吧。鸭子，你第一棒吗？棒啊！嗯，好，加油！准备了。你们这样节目没有办法播出，因为一直失误。我来示范一次看看好了。好。要打这边，然后你们要快很准哦，有没有？出墙。有。这边45。咱们黑思维的老大，玩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松过关，但是别骂他会打老婆，他不会的。好，下一个摇给我。一鼓作气，站喷站喷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这太困难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下一位，子轩。这样会撞死人，子轩小心一点，没有过关没关系，但不要受伤哦。接下来换强棒鬼鬼，中心打者。好的。陈金鬼。陈金鬼。陈金峰的妹妹陈金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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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他打是这样。打到这边这样，陈金鬼，你赶快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最后的一线生机，换你啦。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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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力，中间的部分，中间，用力。腰力的部分，腰力。盖住，停手啦！去导出报告，这一关两队还是战成平手，现在是由咱们的秘诀胜出哦。到底下一关谁会赢呢？蒙眼大西瓜的游戏规则，每组派出一位美眉，美眉先蒙眼在原地转十圈之后，用棒球棍打西瓜，最快打破西瓜者就可以获胜喽。